大勋，你是中戏的，中戏，我真的中戏的，我也是表演的，不像是表演。优秀的人通常会有这个问题。大勋，你也有这个问题吗？我没有这个问题，给戏剧学院丢人了。就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，对于酒是没概念。然后比如说有几个同学，哎，今天晚上咱们喝点，那没办法，对吧？硬喝的跟人家。我也有过，我也有过。然后装作非常，哎呦，这酒真好喝。对对，特别是第一次喝白酒，还得装出特别好来。啊，辛苦了啊，辣的想死了，当时已经兄弟干一个。真不知道我们男孩有这样的爱好。算了，这一趴我就不说了，点到这儿为止。你为什么不让说？千万别跟我说这话，千万，要不然我觉得出大事了。我跟你说，千万别。我们在旁边都很开心的，我们说出来，说出来。我不 OK。挺意外的。哦，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呢。没有没有，就。